近日，2022年腾讯音乐榜青年特辑 30 and 30 正式上线。腾讯音乐榜旗下包含集合亿万听歌数据的腾讯音乐有你榜和以及上百位华语音乐创作人组成评审团评选的腾讯音乐浪潮榜，以市场数据反馈与专业品质两大维度，全面、真实、公正、客观地反映当下华语乐坛的全貌。而这次腾讯音乐榜 30 and 30 青年特辑是基于腾讯音乐有你榜、腾讯音乐浪潮榜歌手在2021年4月1号至2022年3月31号两个榜单的综合表现，一共30位30岁以下歌手。周深、毛不易、王源、易烊千玺等歌手仍在今年的榜单上。值得一提的是，出道两年的时代少年团今年的音乐成绩相当优异。黄霄云的《幻想》拿下他在有你榜的最高排名 TOP 7，而全能 ACE 刘雨昕推出的全新个人专辑共诞生了两首冠军歌曲，一代一代青年歌手用青春热血去点亮华语音乐天空，以青春之歌手创造乐坛之未来。下面我们来仔细盘点一下这次特辑吧。天籁之声周深有12首歌进入浪潮榜 TOP 20，成为浪潮榜上榜歌曲最多的艺人。同样在有你榜的成绩单上，他共45首歌累计267次进入榜单，可谓是品质和人气具备的宝藏歌手，产生了睡个好觉、鲛人之歌、光子片、在意、星鱼、 My Only 等12首冠军歌曲。其中最高分歌曲在意综合得分达 98.2 分，并取得有你榜多项重量级成绩，是有你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有你榜夺冠歌曲数最多歌手、有你榜推荐度 TOP 1次数最多歌手、五大维度单项 TOP 1次数最多歌手，不愧是榜单劳模深深。在原创制作的音乐道路上开始发光的青年歌手，凭借10首有你榜上榜歌曲累计上榜43次的蔡徐坤，不仅收获了迷、默片、感受他三首冠军歌曲，还在2021年有你榜年度盘点中斩获年度唱作歌手 TOP 1荣誉。由蔡徐坤担任制作人的全新创作专辑《迷》，不仅是2021年有你榜年度专辑 TOP 2，同名主打歌《迷》还进入浪潮榜 TOP 20，为梦发声，初心不负，炽热前行，是我们的原创音乐制作人蔡徐坤。近一年，时代少年团共在有你榜上榜65次，产生《剑暖》《有你》《哪吒》《朱雀》《小小孩》5首冠军歌曲，在入榜的11首歌曲中更收获了8首高分歌曲、90分以上的好成绩，其中最高分歌曲《剑暖》综合得分达 98.2 分。时代少年团也一举拿下有你榜夺冠次数最多团体、浪潮榜最年轻上榜团体等多个荣誉。在央视五四晚会的舞台上，毛不易、时代少年团张静一一同演唱歌曲《入海》。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鼓励青年们迈出校园，跃入人海，勇敢地做一朵奔涌的浪花。出道五年，歌手毛不易一直在创作最细腻的音乐。毛不易共有17首歌累计58次进入有你榜，除了个人专辑《幼鸟指南》入选2021年有你榜年度专辑，毛不易在影视跨界音乐上同样取得了优秀成绩，为电影《雄狮少年》演唱的《无名的人》高居浪潮榜 TOP 7。同样在五四晚会和奥运冠军共同演唱歌曲《一起向未来》的易烊千玺，回顾中国健儿在赛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青春风采。青年力量一词的最佳代言人易烊千玺在影视、综乐等领域多期发展，发布的4首歌都进入有你榜 TOP 20，生日单曲《四字歌》仅发布一天便迎来接榜，仍然强势冲至 TOP 4高位。为主演的《奇迹笨小孩》电影演唱的主题曲《还是笨小孩》更拿下 94.07 的高分，并进入浪潮榜 TOP 20。百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五四特别节目《理想》中，黄霄云的歌声与舞台设计的创新完美结合，
唱出新时代的赞歌，展现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黄霄云共有16首歌52次登上尤尼榜，其中《幻想》尤尼榜最高排名 TOP7 的好成绩。今年发布的《梦返》带我去很远地方还进入腾讯音乐浪潮榜 TOP20， 实至名归的实力派青年歌手。另一位实力派新生代，中国好声音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歌手单依纯，用完美的演唱实力打动人心的情感征服了许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单依纯还是浪潮榜最年轻上榜艺人兼浪潮榜最年轻冠军歌手两个记录保持着，过去一年共有11首歌累计登上尤尼榜34次。为电影《误杀2》演唱的片尾曲《萤火虫》拿下最高排名 TOP15，《夏日暖洋洋2》的电视剧片尾曲《热汤》以 89.05 的成绩承包他近一年的尤尼榜最高综合得分。另一位年轻的歌手希林娜依高从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出道，他始终向听众展现着自己的多种可能。他共有10首歌，累计33次进入尤尼榜。与米卡合唱的单曲《陷入爱情》以 91.43 综合得分取得 TOP6 的好成绩。30 Under 30上榜歌手中，既有颇具实力的演唱者，也有才华横溢的制作人。小鬼不仅进入2021尤尼榜年度歌手之列，还是2021尤尼榜年度唱作歌手。毛衍七参与创作的 rap 词与歌曲完美契合，展现了女 rapper 的态度和魅力。音乐人于嘉韵、太一都是新时代优秀原创音乐人，有着个人风格辨识度极高的佳作与极强的演唱实力。30位青年歌手在音乐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创新，表现出不断求索的态度，这些青年力量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乐坛的未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每一滴水都能汇聚成河，每一个沸腾的青年歌手都将汇聚成华语乐坛新时代。燃烧青春，唱响青春声音，向着星辰大海出发。